喂，刘哥啊，你要的那种女人啊。你放心放心啊，哎，我这包绝对保真，没问题。好，好，好，啊，那我现在给你拍发过去，好吧？好。别的呀，看不起我呢，还说我是鹅，别薅了，没几根，薅什么薅？张哥，上次给你介绍的姑娘怎么样啊？你嫌小啊？不小了，82年的，现在啊都28了，不是岁数小啊。我知道了，下次给你介绍一个大一点的。好的，拜拜。到哪了？啊，到你了。啊，炸！什么就炸呀？这90F 怎么不算炸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多多，你说你这大牡丹婚恋网，这都什么货色呀？这都是，你我满手都是炸，蹦手了都。你看这长的，眼睛长死了，嘴长死了，胸长死了，腿长死了，这俩直接就死了。这你就不懂了，这是我们网站上啊最次的。不是，那我要是张哥，我也不满意啊，这三天两头打电话。你就把最好的介绍给人家不得了吗？你懂个屁呀！这叫套路。这什么套路？套路。那好的不得了，在关键的时刻，啊，你玩斗地主上来先扔炸弹。其实啊，这斗地主啊是一门学问。你说你上来先扔炸弹，赢不了；最后扔炸弹，你都输了。所以你得在最关键的时刻扔炸弹。没错。上次我跟那个宇哥打牌啊，我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扔炸弹。我丢一个炸，他就给我买一套化妆品；我丢一个炸，他就给我买个包；我丢一个炸，他就给我一个房卡。当然我不是那么容易让他得逞的了。多多，给我介绍个姑娘，让我炸一下。多多，大家来找茬？我看你是来找茬的。冯小白拍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是那种弱智的东西呢？他这里边肯定有深度，在我看来，他好像是一个后现代的作品。你这碟没白看。哎，你接着说。这是好像是牛奶的广告啊，因为它有牛，而且你看这挤的。看哪呢？不是我找点灵感，它不牛奶广告吗？别看太仔细啊，万一发现切口什么。艾玛，你几个意思啊？我可不像某些人穷凶极恶的。其实这是我请冯小白拍的牛肉面的照片，但你们谁能看出来这是个牛肉面？这牛很面呐。这怎么不是牛肉面呢？你看这是什么？那小麦吗？对呀，小麦不就做面用的吗？那牛肉呢？这不牛吗？那绿的是啥呀？香菜。那白云就是萝卜片呗，你看你这不开窍了吗？这一受启发不就有了吗？不是，那你要把张小娇照片放里边，那就猪肉面了。不过我这事很受启发呢。冯小白，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
我如果把我那些日本片的那个封皮儿全都换成摔跤，那是不是就没人敢抓我了？我写的是生动细腻、感人有深度。唉，这世界上哪去找要什么没什么的男人啊？多见面咖啡啊，下午调一下，行不行？哎，这口红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不知道啊。嗯，是不是你在这儿化妆啊？这不是我的，这一看就是用过的，还是名牌、啊。打开看。对，我这个，现在天不干嘛，我嘴唇总裂，我拿它润润唇。你当姐是小孩吗？啊？这穿丝袜不凉快吗？这哎呀，我领女孩回来了。在这儿啊。我说怎么找不着呢？你行？不是。看什么呢？陈浩南。浩南哥。一门高级的学问，所以说成功还是有规律。我认为成功它最重要的是有。这个非让我找个地儿学习学习，我不是给带你们这儿来了吗？啊，给大伙做个自我介绍，来来来。大家好。行，您一天嘚瑟，我咋就知道吹呢？啊，哎，真的，好好的体验体验，这个把日子都看好了啊。下不是你手上有表吗？你就看看。哎，几点？这个女客户通电话，周月就3000啊！准备 taste。哎，赶紧的，把这些包给我擦出来，然后再上一遍油啊！还是主动啊！龙，我跟你说，楼下的中介一堆人等着看我这办公桌呢，你知道吗？你要一块儿搬家。唧唧歪歪，这还叫唧唧歪歪呀，老妹儿啊，这脾气真仗啊啊！该谁了？是美人计，刷3000多，2天刷你7000多，他干嘛呀？2天7000多，完你还差这个？对呀。行，龙哥。以后啊，什么吃饭、喝茶、高尔夫的，都别叫上我。哎，你们俩，他俩何止干过那么多事儿啊？谁知道还有什么咱们不知道？没关系，我就瞎说。哎，这你问我要不着，我给许之一了。之一啊，钱准备的怎么样？哎，我跟你说啊。我替他交。哟，你哪来的钱？小舅，他比我辈分高，我叫他小舅。你是买进屁了你啊？你给他付什么钱呢？不是跟你说，我回家去。介绍上说人家是象征500强企业，象征着。旅途和迷茫，里面还有一个美女，我不知道干啥的那样。那个是从那个丝袜，赶紧把钱退了，把这东西扔了。这不是有个善财童子吗？那你干嘛去？我调底线。啊，就我也跟他一块调去啊。不是我，不是哎，我叫他了啊。
我不是来帮你的，我是来拍照的。我们决定来帮你了。老爷子生前你知道喜欢什么吗？喜欢评书，喜欢京剧，而且还跟他说艺术有一定的理解。我想从我的专业出发，给他一场听觉盛宴。我打算呀，把我的包啊都给你老婆铺点迷你地儿，给他插几朵花。对，然后你看看着又高端。我呢，打算从我娱记角度出发，现场铺一个白地毯，再放一个签名板，再对每位来宾进行。不是，我还有一点问题啊，小白，你是激光剑。抖一抖，鬼哭神走；是晃一晃，地动山摇。为了这个能量块，他是劈山称王，啸居山林，与那擎天柱乃是势不两立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啪！霸天虎，撤退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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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很欣慰啊！提升一下品牌的竞争力。那个通过举办派对提升大牡丹网的怎么样？多多，你是主办方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这算什么？不就是一个 party 吗？酒水我负责。我有个朋友在通州开葡萄酒厂的，一直想上我杂志，我跟他说一声应该没问题。那是通话吧？通州产葡萄啊。阿娇那儿不有个 DVD 吗？阿娇到时候把这 DVD 借给咱们，完了接个音箱，那效果跟音响有啥区别呀？你们先看看这个气氛吧。啊，你肯定会认为说他俩是演员，对吧？你把这个男演员跟女演员从床上给他扒拉下去，然后你再看整个气氛也是很美好的，对吧？那不把人都扒拉下去了，那能有气氛了吗？我觉得剩下的就是气氛。是，就我能感觉到，就是说他俩在床上会更好看一些啊。但是我说的意思是，气氛跟人没关系，懂吗？嗯，跟床也没关系。你会床会误导你，会让你有激情，懂吗？把床拿走也有气氛。哎，你懂吗？小白，你留鼻血，你先不要转移，不要转移话题。既然都认为这个气氛，我想，对，这个气氛走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咱们要没有关系，不要管我这些，不要管我的鼻血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你们有懂艺术的人吗？没有。艾玛，培训班是吧？是的，你们仨一起的。你是考影视的，哎呀，我说呢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谁呢比较熟悉，谁就对女孩主要负责，好吗？那么现在把手放胸上吧。啊，这个动作呢，以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练习动作。不懂啊，我咨询一下，就是咱们导演的。你这什么时候培训明星了？扣开！这仨人也太幽默了吧！韩阳，哎，嗯，算是业余的吧。那这个，我心里面的那个人啊，啊，你说呢？哎妈，我求求你了，还有一个小时就开始了，你答应我行不行？我说许志毅啊。你啰里吧嗦了一个多小时，就是让我给你演峨眉掌门。二朋友不好意思演了，你正好上货回来，江湖救急，帮个忙行不行？我也不给你兜圈子了，让我答应吧，可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个条。谁？那个，太好了，那就让我们俩以情侣身份闪亮登场吧。这个。你有点影响武林声誉吧？什么声誉不声誉的呀？哎，菲菲，你拍着了吗？拍着了。那个王导每次出门开房间都要找化妆师化妆，太难拍了。没有，现在信息流畅太不通了。就是，
我们相亲网上想见面的两个人啊，我都不推荐这片区域。一会儿我得出去一趟，搜集一下咱们附近大酒店的钟点房信息。啊，什么情况？你瞎呀？冻着了呗。来，趁热喝，去去寒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给人喝什么东西啊？姜汤。啊，等会儿别烫着，别烫着，来，就那么一碗姜汤，你喝了人怎么办？我，你不故意的。哎呦，这样也好吗？哎，你看奇怪，我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他跟我这劲儿的干嘛呢？有病！啊，你们有姜吗？就是因为这个许之一，他那什么破杂志，弄得这附近的酒店啊、钟点房什么的全都爆满了。什么会吧？就咱们这边区域，荷尔蒙爆发了。这你就像我们这种高端商业区啊，有两高，婚外情几率高。嗯，你这样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嗯，你那不两对吗？嗯，你给订一个钟点房就完事儿。你是想让他们在房间里面拉帘子啊？太够用了，我跟你说，一个小时就完事儿。哼，你可千万不要用你的标准来衡量。兰飞不是挺闲的吗？一起发呗。许之一，这位姐，恕我冒昧啊，我觉得你这个网页有点太单调了。单调？啊，你完全可以按照这个星座配对儿，或者是血缘牵线吗？血缘不是都近亲了吗？啊。血型牵线吧。那还有呢？那还有，你完全可以按照气质类型分呢。比如啊，这个温柔贤惠型，你旁边就放一张赵雅芝的照片；这个乐善好施型呢，你就放一张甘露露的照片。甘露露她好施，那你说我好施吗？嗯。哎，徐总，对了。这个是发杂志收回来的钱。事儿既然已经发生了，别都愁眉苦脸，先想想这事儿怎么办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要不这样，明天我就去租房去，先租个单间，然后问朋友借钱，先买个夏利啥的，我保证不让你跟孩子过上那种特别痛苦的日子。孩子还不一定有，再说，那要是有也是我自己养。嗯，你俩还有心思想这事儿？警察局还找你呢。你说我现在正面临着家庭、事业、孩子多重困境，无法自拔，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以平事儿。你就别在这拽了，都啥时候了还在这拽词儿啊？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吧，早走早脱上。你别给我判了是咋的？不是，早走早脱身。你早点去，不争取个那个宽大处理吗？是。我卖个盗版碟就那么大罪过？嗯。你这还不还有一个事儿吗？
哎呀，这是。不是你干什么去了？国贸精品换季大减价，所有模特身上的衣服啊都被扒光了，惨不忍睹啊！为啥呀？你说这进出国贸的人还能四脖子汗流去抢东西去啊？太掉价了吧？那国贸咋的了？国贸有打工的，你这东西随便便宜点他们就得去呗。便宜点儿？你哪知道那么多呢？我什么不知道啊？想当初我也是参加过亚洲最大的服装换季展活动的人。你说那店儿能跟我这比吗？上档次不上档次？军大衣就军大衣，你让我们看看，就你都买啥了？看你用命换来的都是啥啊？其他这些啊，我就不说了。你看，就这香水，我一闻到这味儿啊，我就能再进去一次。你就回不来了，赶紧喷喷吧，让我们大家都闻闻。啊，原价1000，打完折之后才500。不是你别老赢。哎呀，谢谢。薇薇来了。咋才来呢？是不是堵车了？你说地铁堵啊？啊？没，我这……你们谁用的这劣质香水啊？还不赶紧开窗通通风，小心一会儿一屋的人全中毒了。没事嘛，我现在脑子就迷糊。